鸡排妹火辣回馈粉丝，豪露白色内裤曝神祕三角地带。鸡排妹答谢粉丝，豪露内裤图翻摄自 IG 20001803.26。鸡排妹郑嘉纯。靠住火辣魔鬼一身材天使脸孔走红，如今正在日本游学的他也时常在网路上与粉丝分享近况。今26日鸡排妹的 IG 破了200,000粉丝人数，为答谢粉丝的照顾，鸡排妹穿住水手服，露出白色内裤，诚意十足。鸡排妹时常 PO 出生活照，作风亲民，拥有一票死忠粉丝。如今为感谢 IG 人数破200,000，鸡排妹不仅绑起俏丽马尾，穿住诱人水手服，还更加马跳跃，露出白色内裤，好身材一览无遗。鸡排妹打趣说住200,000人达成，谢谢大家。就用20岁时的生日祝贺图来应付群贤毕至之恩。鸡排妹身材姣好。图翻摄自 IG 20001803.26。即便鸡排妹没有 PO 出正面照，但背后的美臀辣照仍旧吸引许多粉丝前去朝圣，纷纷留言狂赞这个蜜大腿超有诚意。安捏母汤锅，那么300,000时要 PO 出30岁的照片吗？